怎么旁边大学城也关了吗？你是想看美女吗？对啊，点破嘛。那走嘛，我带你去看。无聊不？还好吧。放首音乐来听噻。能不能换一首？付费节目要想点歌，10块钱一首。那就要看我心情了。你停在这儿干啥子？拿啥子东西吗你？我个人开车累了嘛，你不晓得吗？活动活动身体。那你去凉快的地方噻。晒了太阳，免得打瞌睡，晓得不？你看你们贵州的兔子，好大一个呀。是比你们四川兔子大。比俺大一球。你秀了。要上洗手间不？要上 QQ？ 不上了。不上，那我们就继续约着。走嘛。来，那你看。你能不能少吃点？你在这吃，我看到都饿了。谁让我有个专职司机呢？我只能在这儿享受呗。晚饭了，你是不是请我吃大餐哦？你请我请，不都一样吗？好像也是哦。上上上，起来了，到了。这不是我家的方向，巴西啊。对啊，没说走你家了吗？自己说的啊，来这边去我家啊。哎，你等我下了高速，我再给你细细打量啊。到了，起来。你在在意啥子？跟你啊。给我打电话，看两下刘还没走到那口。哇，你老刘。我在这店子里噻，我给你放了位置了嘛。好嘛，那我来找你。今天晚上你要请我搓一顿不？我请你搓啥子？搓有啥子好搓的哟？我弄远的过来啊，舅母子在家了，你凭搓一顿。你我来都在家，快点几号店了哥？好，来了哈。我们在哪哈啊？你来的噻，哎，你看那表姐夫不是都在的啊？哎，一台舅母子来了，你家舅母子来了，快快快快！哎，表姐夫你来了，阿瓜吗？那你的意思啊，你在这儿坐会儿嘛，坐会儿等会儿来吃吧。那意思说饭都还得不吃啊？啊，少点儿了噻。我还是口口上屋都不让我吃，都吃撤了哈。坐一下都，我早饭都没吃，那等他们整鬼了，晓得在里面干啥子？走嘛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说好了去我家，结果带我来这儿，然后饭也还没有吃，饿死了都。这个你要怪你啊，我怪你继父，他喊我来的了嘛，他跟我说这边梨子吃，过几天再走你家那边去，我们这边耍几天噻，到处周边转一转，对不对？梨子也得吃了，人也得耍了。那你不要骗我啊，我心里都不舒服，我没开心，我结果带来这个地方。我哪里骗你啊？我们始终是走你家那边嘛，我没说不去，对不对？再说肚皮饿肿了的嘛，继父在这里喊烂半招待，你还能饿到吗？哎，就是你要尊重女性了。要是你积极的话，我早就遭耳屎了。就跟人家跟你两个积极学到的。听到没有？我也学到的呀，你不能骗我。不能学这个东西。你不能骗我，这个是。少听你表姐夫懂你，我跟你才是最近的噻。你饿了，待会儿我晓得你夹菜了嘛。再说你跟着继父走，继父之类，他们要吃东西还泡没掉，使劲的往死里吃。你继父那抠的人，不要放过来。我只听逗你。小张子，去。不好说的，我们是不客气哦，感谢你找得了哈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当自家的一样的哈。哎，要的，我都很随的。你来都可以的哈。哎，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那又近的，我们可以走的。哎，对头，这个近了。没事没事。俺、啊、本来你那是在几户的，你看嘛，我们又准备是吃火不就了，啥子干都在那在要的。保持点，要的要的。哎，小张张同学，虽然说没弄油，但是现在也隔得很近了哈，这边的口味肯定跟你差不多。耶，我们我计划前后，你多吃点哈。谢谢你今天偷偷的忽悠过来的。你看，咋的噻？有啊。洗，你自己洗。你自己看嘛，你那边吃了不吃，又在这边吃，每天我得照顾，他就整你了噻。啊，不跟你讲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帮你拿一些嘛。这太好吃了，你都想留一点油，等一下饿的时候舔一下嘴巴嘛你。等下那半夜饿了的时候噻。你来看。我。张同学，吃饱没？吃饱了。吃饱走哪里？你想走哪儿嘛？走嘛，旁边大学城也关了嘛。你是想看美女吗？对啊，点破嘛。那走嘛，我带你去看。算了，大学人不去了，大家在收拾，我带你看个电影。好，那姐姐他们呢？不管他们，我们的私人时间。好吗？